听电话。 哎，土豹子，哎，你带挂啊？怎么有人民币打电话？对不起，我钱包被人偷了，没有港币。哎呀，你不是赌圣吗？回乡了啊？你认错人了，同志。怎么会认错呢？你现在可是名满天下了，哎，帮帮忙看看，哎，今晚六环彩哪些马会赢啊？哎，帮帮忙，帮帮忙嘛！我真的不是什么赌圣，小弟姓刘，明京，同志，回乡。刘京，是吧？ 这个人还真像我。哎，那小胡子干什么？划了一下，摔着了吧？怎么动作这么慢？他们叔侄俩永远是与众不同的。你们这些大陆土包子，不懂事可别乱说话。你看看他们多潇洒，光芒四射，真是个已死人了。你真神呢？什么人？不就是我说的赌圣吗？人家大陆出来的，你也大陆出来的。哎，人家多机灵，你笨的钱包都被人偷。 哈，一次意外不足以论成败，那两次呢？两次那是笨了点。什么意思？你的行李跑哪儿去了？嗯，抢劫！站住！抢劫！站住！抢劫！站住！ 哎呀！你为什么拼命追我？你抢了我的行李，我不追你，我追谁呀？什么？有什么证据是你的？写了名字啊？我里面有一根腊肠，两个皮蛋，一些发菜，两块咸鱼，还有熊猫牌内衣裤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啊！小王八蛋！ 开早餐店的，哎呦，我还忘了告诉你，我里面还有一条蛇呢。蛇？不过不用怕，是青猪蛇而已，没有毒的。哇！小王八蛋敢耍我，我就不还给你，怎么样？你试试看，怎么样？我不跟你客气了啊！怎么不客气法？快点把行李还给我！打我？我真的打你了啊！哎呀！ 我真打你哦！没两下子，少在这出洋相。哼，臭的！呀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啊！啊！呸！呸！啊！啊！ 干什么？打我呀！好啊，老子就站在这儿让你打，我只怕你手动我小子。太过分了，我就这么过分。这可是你逼我的啊！我不但逼你，我还求你的打呀！我真的没办法不这么做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这事出来了。爹，妈，婆婆，这次我一定要动手了。别婆婆妈妈的了，打呀！村长，各位同乡，我要破戒了。打呀！
是不是被火车撞到了？阿强冒金星啊！哎呦，阿强的地址呢？掉了！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大意啊？在这里找不到阿强，我哪里都不会去啊！难道又要让我回大陆？ 我说过我要出来闯一番事业，那我住哪儿？好，你自己说的啊，那我就住你家了。为什么住我家？刚刚你自己说的。我自己什么时候说过？你明明是仗着又瘦又势的欺负人嘛，你要住我家是吧？行吧。嗯，这香港的门牌都挺好玩的啊。哎呀，这还是个音乐世家呢。哎呀。 原来是你家，吹箫兵是你亲戚啊！我姐姐，哈，我对吹箫也颇有研究。你跟我姐姐好好研究研究吧。好啊，林姐，是你啊，潇洒，看见吗？我朋友，幸会，谢了。打扰你了。 用不着跟我这么客气。哦，阁下就是专攻吹箫的那位。知道还问。萍姐，过来一下，我们谈点事情。啊。我是刘晶。哇，你再憋一会儿，我让你先上吧。 萍姐的弟弟，我刚刚才认识。萍姐，我也是刚刚才认识，朋友介绍的。知道了吧？你潇洒介绍来的人，我一定会要特别傻逼死。哎呦，嗯，我的人呢？哦，走光了。少废话了，哎，这是你的房间，别客气啊。哦，谢谢啊。 嗯，怎么这么多卫生纸啊？萍姐，你拉肚子？你少装蒜了，放在那边，大家都方便。哎，大哥兄，这么快就走了？是啊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原来你喜欢吹箫啊？是啊，没错。那就快点来呀！现在吹？那等什么时候？你好，我先吹。啊，你吹？ 大家都是志在研究，谁先吹不都一样吗？你会吹，那我得见识见识了。你先吹吧。好。还可以吧？我得过冠军，在广州有“萧王”之称。来，该你了。哎呀，我不会吹这种箫。 吹箫瓶不会吹箫，那你骗我吹？哎，拜托你了，拜托你办完事情赶快走，别妨碍我做生意。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是你弟弟叫我来这里住的，他没跟你说吗？你要住在这里？是啊。哎，老公啊，什么事啊，老婆？老公啊，这个白痴说要住在这里。嘿嘿，老兄啊，玩得过瘾也用不着住在这儿，有钱下次再来嘛。我没钱呐。啊？没钱敢嫖妓？打！ 这么晚了，是啊，困死我了。是他，脱衣，脱衣，我叫你脱衣，凭什么？脱不脱？脱我半脱。 啊！脱！耶！出来！不住！出来！不住！大丈夫说不住就不住！出来！啊！我死也不住啊！啊！不要！啊！啊！啊！成见呐！啊！不要！
去叫鸡，别去那些知道你地址的鸡窝。哼！我把你的衣服全扔掉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把游泳裤也给我脱下来。游泳裤？什么游泳裤啊？给不给？拿去。 小心淹死您啊！我又没说你不能够跟我一起睡。你巧来，我又没穿内裤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在我后面突然嗯我一下？什么嗯嗯的？说话那么没学问。我这个人一向脚踏实地，你最好保佑我能够早点找到工作，快点搬走。这里20块钱，是从你床头拿的，有了我就还给你。不答应也不行，谁叫你没事耍我玩的？ 你就让我试试吧，我学东西可快了。不行啊，东方，大美东，哎，我来。东方，东方，东方，东方日报是吧？来，找钱。东方日报多少钱？你到职业辅导处去问问吧。也对。找钱。哎，你去别的地方吧。为什么？哎呦，不行嘛！我右手拎起那么大，你都不请我，会后悔的。 老弟，我知你有力气，我没说你不行啊。你一个顶10个、那有10个兄弟娶个西北凤，到别的地方去吧。那我少用点力气不行？哎呀，去卖报纸了。我去过，他不请了。啊，去到乐子吧。搞什么嘛？这么大单位都没工作分配。好好好，我怕你了。我写个地址，你去职业辅导处问吧。哎，别写英文啊，我看不懂。好好好，写中文。 你在职业辅导处找的工作啊，自己去做可别扯着我啊！我潇洒这个人注定是大起大落，所谓三更穷四更富，只求灿烂不求永恒啊！杨主席，你可以谈谈这次比赛的细节吗？大会将会采取单循环制度，为了吸取世界各地好手参加，冠军的奖金额会提高至1000万元。哎，正合你意，你这怪兽应该去参加。有点事，我想请教请教。 请教吧，你从哪儿找来这么宽的轮胎？快点腰上呢。这不是轮胎，这叫做迷你裙，是我从隔壁陈小姐那儿插来的。你为什么插人陈小姐的东西啊？我高兴插她。哎呀，你说话这么没学问啊！你把我的衣服全都给扔了，我光着你知道吗？我不插陈小姐的插你好了，反正得插一个。还是插陈小姐吧，我不是插她了吗？你做的对。嗯。 哎呦，哎，屁股上扎了根刺，哎，快帮忙抠出来呀！你别逗了，我帮你抠，自己抠吧。我自己能抠，找你干什么？哎，帮帮忙，快点！哎呀，哎呦，这是插的太多的报应。哎哎，去厨房干什么？能干什么？找个叉子帮你给抠出来呀！哎呀，不必找叉子了，牙签就行了。碗大便不擦屁股，那么臭，我臭，你香。别动，别动。 真挨过叉子啊！找不到叉子，只好用调羹了。行，调羹。哦，别动啊！你们俩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他那里啊，叫我帮他抠抠。恶心死了你们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真野。关老爷，请保佑我早日衣锦还乡，有脸见江东父老。 还有，快点找到大强，拜托拜托。
还有，请你保佑隔壁那位仁兄改邪归正，以后能够脚踏实地的做人。幸好找的这卫生纸，不用挨冻了。别害怕，乖，下来。你把我的衣服扔了干什么？我穿你的衣服像小丑一样。我的衣服不像小丑，是你穿起来像小丑。去死吧你！我呢是死不了，等下人家要是不请你，你就死定了。肠粉很嫩，而且很烫。飞毛腿导弹来了，直冲巴布达！炸他妈的巴布达克！再就连你也炸了。让开让开让开！这样子吧。爬山要滚蛋，爬山要滚蛋！停车！停车！飞毛腿导弹，不停！啊！哎，大爷，你成心捣蛋的，不叫点名字瞎叫什么？你飞毛腿伊拉克伊拉克的，要叫名字，鱼吃猫鱼吃脚，瞎子阴得很！哎，什么瞎子阴得很啊？自己看。瞎子阴真烦。鱼吃猫鱼吃脚又是什么？你吃猫鱼吃脚，看完，还有这种叫法？你哪出来的？我哪儿出来？关你差事！喝茶吧你！管那么多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鱼吃猫鱼吃脚，还有排骨啊！这你听我说，年轻有为，来一笼，来来一笼，肠粉，尝尝粉。连哥，陈警官最近查得很紧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谈判。要换个方式，湾仔那个地盘就用牛肉丸做代号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赖皮熊，我给你吃过不少好东西，没亏待过你啊。这盘牛肉丸应该我吃了吧？你吃了我的牛肉丸，那我的兄弟吃什么？我操，你他妈烦不烦？我喜欢的那些凤爪和西北风啊，就照这样下去，咱们也是两败俱伤。如果你把牛肉丸给我吃，我就把旺角鸡闸送给你。鸡闸我有的是啊。哎，那这样好了，再加上我上个月从越南运来的莲子羹够了吧？莲子羹那有个屁用啊，我家还有一箱土制菠萝。不用说了，我再大方一点，给你加一盘肉片炒河粉。你该知道粉的价钱有多贵了，整盘粉都给你了，还嫌不够啊？再加两根青菜好了。青菜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加点颜色好看一点嘛。我操你妈的赖皮熊啊，老子认识你十几年了，你还这么不开窍啊？这样吧，这些牛肉丸我们一人一半。哎，不行，要一个人把它吃光。各位不用抢了，再来一盘不就得了？单子呢？改个人。其实不干也行，买单记着付就行了。慢用啊。嗯。肠粉。你不喜欢牛肉啊？敢动我的牛肉！哦，还给你，还给你。再送你一盘腊肠卷，你就混蛋了吧？扔水壶！我加一碗。我都看错了。哥，快跑！瞎吃人质没有用啊，他们又不是警察。不高兴啊，我高兴这样，你不要过来，砍死他算了。你不要吵，听我解释。不要提我的脸，不要。
挂我的脸，我靠着吃饭呢。你想加梁子是不是？是啊，怎么样？各位，请听我解释啊！其实呢，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我以为这几位先生不喜欢吃牛肉丸，所以我就拿走了。是啊，然后我送给他们腊肠卷，可是谁知道啊，他们不喜欢吃的却是腊肠卷呢、啊！哎呦天哪！试问我怎么猜得到呢？因为我可以大胆的说一句，这家茶楼除了猪肚烧麦之外，就属这腊肠卷最出名了。为什么？你问得好。因为它皮薄馅好，而且这腊肠里面的这个腊肉呢是经过高温处理的。你闭嘴，你知不知道你说什么？你是哪里的？我是霍家拳馆的，有空来找我。我们走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其实我并不是坏人，我们两个人。哎呀，你受伤了，擦一擦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走。哎呀，误会，全是误会呀、啊！老兄，你真像尤伯莲呐！握个手啊！哦，你的机灵真粗啊！啊，蓝宝，一只炮二，帅哥，这不当明星真是浪费了！傻弄！别走！你这个小王八蛋，一壶开水全浇我脚上了。还以为可以跟你一起脚踏实地做人，没想到跟你一样，真是出师不利。怎么脚踏实地啊？我的脚肿得像猪蹄子一样，待会儿你要背我下山。会的。难道大陆人真的不适宜在香港赚钱？阿强啊，怎么样才可以找到你呀、啊？天哪，请给我点指示吧。非洲旅行团，6999块，信誉全香港最好。不会让我去非洲吧？不是让你去非洲，是叫你去打拳。世界自由搏击大赛冠军1000万奖金，去打拳？千万不要违背天意啊！我跟你的前途就靠这场拳赛了。走吧。我们真的决定这么做？当然了，你不是想闯一番事业回去吗？你赢了之后就是吹箫拳王了。好，走吧。嗯。我们两个来报名参加拳赛的。一定要注册拳馆推荐，自己不可以参加的。哎，小姐，你走吧。那么臭屁，去当妓女吧。今天晚上那老家伙去喝喜酒，喝完一定经过河边这条路回家。我们呢，就在那埋伏他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阿龙，到小店里赊2大啤酒来。大哥，我们欠小店钱还没还，他们说不再赊给我们。大哥，外面两个家伙说要拜门学艺。拜门？带他们进来。大哥，救他们！你们为什么要跟我学拳？这接音，接音知道我武馆是名门正派、是间有实力的武馆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来叫什么没关系，即使炎黄子孙，应该互相帮助，同门如兄弟，兄弟如手足，我们生死与共，这就是我派的宗旨。你们两个想拜师是吧？基本上当然是啦，不然为什么来找我？是不是？那就快点拜祖师爷吧。一拜天为父，二拜地为母，三拜人为兄，四拜我赵东师傅为大哥。一鞠躬。干什么？快去！快去！再鞠躬。三鞠躬。李成，我觉得好像送殡一样。我觉得比较像黑社会。哎，随便了，一人一个，意思。谢谢。好像没钱。怎么？我给你们红包是叫你们包钱给我，随意就可以了。我没港币。哇，2张绿色的。
你说随意的吗？哎呀，我说随意，你们也得加点诚意嘛。哼，真是不懂事。好了好了，都拿来都拿来。哎，留两张给我们搭车好不好？一张就够了。好，今天教你们入门第一课就是刀光剑影啊！现在就上课，学什么呀？砍人呢？砍人？怎么？砍人也得学呀、啊？哼，阿龙，嗯，两毛钱拿去还小店，嗯，再赊十大啤酒来，给他们两个庆祝庆祝。知道了。还有，拿快一点的西瓜刀给他们啊！知道了，大哥。赵师傅，赶紧能不能过来一下？来，拜托了。是不是？我想大便啊。怎么现在大便呢、啊？早不拉晚不拉的，到那边去拉去。好好好，真麻烦。哎呀，不行啊！哎，我要拉出来了。阿青，我留下来陪你，即使兄弟臭一点没关系。我好臭啊！实在太臭了。兄弟也不能陪你了。臭小子，朋友，树林里蛇很多，容易被咬伤啊。出来见见面吧。出去，走，走，走。哼，哼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是横手派的赵东。啊，横尸派？横手派也横尸派，你耳朵有毛病你？哦，原来是赵师傅，有什么指教啊？想领教你霍家拳馆的功夫。随便跟你比划比划。霍家拳馆，如果想领教，就应该来拳馆找我。哎，不错，这才合江湖规矩。哎，你个白痴，你站在哪边啊？当然是人多那边了。那就乖乖的站在后边去吧。赵师傅，我看今天你不是来领教我，是来摆平我。收了人家钱了？钱还没收呢，摆平就可以去收了。哎哎，开玩笑，这不是叫我当职业杀手吗？这么下流的事我不干啊！霍师傅是吧？幸会幸会，握个手吧。改天我们饮茶。阿静，没纸擦屁股，在地上蹭蹭，走了。哎呀，你他妈妈的，你不杀他是吧？那我就杀你啊！嗯，你这是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下决心了是吧？那我可帮不了你了。哎呦，砍他！好功夫，赵师傅，我们学武之人不应该为钱卖命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将来还可以交个朋友。霍师傅，不要！你啊！刚才人家放了你一马，你也应该放人一马啊！哎呀，你个臭小子，你管我叫师傅，应该听我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认为这样不太好啊。什么好不好的？你上不上？不上是吧？我还是觉得……你他妈觉得什么觉得？杀了他！爸爸，你们是吧？啊，爸爸，客气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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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走啊，快走啊，走！不要醉了，不要！他请别死啊，发财全靠你了。师傅，爸爸，你不要紧吧？没事吧？我靠，你实在很臭，没擦干净吧？啊，
哎，霍师傅，有空找你饮茶啊。臭小子，别这样，我请客就是了。刚才他救过我，把他带回去。小伙子，你没事了吧？还有一点点疼。霍师傅，是你啊？好，这儿是我家。对了，你住在哪里？其实我啊，刚刚从广州出来，想投靠亲戚的，谁知道失去了联络，所以我现在无家可归了。那个戴黑帽、穿皮衣、高高大大的人是谁呀？他呀，是我刚来香港认识的朋友。怎么他也来了吗？是他送你来的。哦，好了，你将来干什么我是不管，你不嫌弃呢，就在我这儿住两天。好啊。好了，早点睡吧。谢谢。一张白纸，一支笔，对一个没有勇气示爱的男人最有用了。希望借着这封信，让你知道我是非常的喜欢你。所谓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，不如让这爱意尽在不言中吧。茶楼推点心的，明天后园见。太精彩了。光一封信不够气派，加朵鲜花才够浪漫。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。是我的手机。海花贼！什么人？是他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呢？我摘花被人看到了啊！哎，原来不是说话。花贼，还给你，慢走！哎呦，我的眼睛，扎我的眼睛！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在我霍家采花，我就打断你的手！你这是黑心的，这过分，你扎我的眼睛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啊！千万别让他看出来我紧张。不紧张抽那么多烟干什么呢？哎，我不是紧张啊，只不过是大脑抽筋，小脑麻痹，家人有点烧抖。哎呀，让我先分析一下事情。他来了就表示接受我泡他，他接受了我应该潇洒才对，就我名字叫潇洒嘛。潇洒哥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阿青呢？他怎么没来？他一来就不大好意思了嘛。你看过那封信吗？觉得怎么样？我好开心，我真的好开心。是吗？我也真的好开心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真是个好人，别人开心你也帮他开心。当然了，我好人做惯了嘛。不过有时候心里的话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写信呢？好。我已经写好了，嗯，这不是盖的吧？你摇摇尾巴，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。有些事情用不着说，摇摇尾巴就行。谢谢你把这封信交给阿青。阿青，潇洒哥，阿青叫你来见我，真是最佳人选，因为你让我有一种亲切感，就像我大哥一样。是吗？那天在茶楼，
你就像现在一样抱着我，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亲人抱着我一样，非常有亲切感。这种感觉又安全又纯洁。我相信你也和我一样有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潇洒哥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我好感动。你把我当做大哥，打死我都不相信，我居然多了个妹妹啊！哥哥，妹妹啊！妹妹啊！潇洒哥，你干什么？我突然失去控制了。你要记住，把这封信交给阿静。我回去了，拜拜。放心吧，放在大哥身上了，我会把信交给他才怪。放了个小王八蛋跑我的马子，是打门子的事吧？你是，我是来跑马子的，无缘无故当了大哥了。我最恨当大哥了，大哥大哥大你妈了个哥啊！霍师傅，好，小朋友，你没事了吧？是啊，明天可以回家了。老实说，我想拜你为师，跟你学功夫。学功夫？那要有资质。你的资质太差了，还是去找一份工作吧。你别急，霍师傅，你听我说呀，我的手威力可大了，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运用，所以想请你教我。教你？你学了几年功夫了？我不是说这只手啊，我是说我这右手啊，真是天生神力，威力大的你不相信啊。好，你打我一拳试试。可是我的拳头很少用来打人的，建议我怕会震伤你啊。震伤我？我霍桓铁布衫纵横江湖几十年，只有我伤人，没有人伤我的。你见识太少了，来，出拳吧。那当然，霍师傅武功这么高，我区区一拳你当然挡得住了。别说那么多，出拳了。哦，你来。霍师傅，怎么样？你先坐下。怎么会有这种邪门事？吓死我了！千万不能让人知道。哎，霍师傅。你这里没你事了，你回房去吧。哎，你刚刚试了我的拳，觉得怎么样？有点力气，不过三脚猫功夫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只不过用了两成力来打你。两成力？是啊。不过我也只用了两成力来挡你，你为什么不用全力打我？我老是怕我会震伤你啊。震伤我？年轻人，你太瞧不起我霍桓了。我铁布衫纵横江湖几十年，只有我伤人，没有人伤我的。你为什么不用全力打我？现在算了，回去吧。哎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再来一次。怎么还来啊？这一次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什么？保证不会让我失望？你怕了？不怕。好，那就再来。来呀、啊，怕你吗？来。爸爸！阿敏，哎呀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爸爸真疼你。爸，阿敏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外面有人找你。好极了，你在这儿，我去看看啊。阿金，
你为什么不在后院等我？后院太后霍师傅的。哎，从这边出去。霍师傅，我们这些日本朋友是日本起道流武道的高手，他们是专程从日本来领教中国武术的。中国武术门派这么多，为什么偏偏找上我霍家呢？霍家拳馆是当年陈真嫡传，所以我们日本朋友对他很有兴趣啊。是吗？不过我对日本人没什么兴趣，你请走吧。我令，送块匾给他。霍师傅，我这位日本朋友说呢，霍师傅没有兴趣玩呢，也不勉强了。不过，请你收下这块匾。哎，别吵！如果霍师傅认为这块匾不对的话呢，请你出来证实一下。我看没有必要证实给你们看。我呸呀！那个老家伙，空摆架势没本事，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呢！喂喂喂喂喂，谁有种站出来啊！啊！你真有本事啊！谁把我踢出来的？没有种就别冒充英雄吧！既然出来了，就别说被人踢出来的。没有种啊你！丢中国人的脸呢、啊、你啊！小朋友，这是我霍家的事，与你无关。错，这不只是霍家的事，他侮辱我们中国人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事。各位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本应该互相帮助，同门如兄弟，生死与共，这就是我们龙的传人传统的美德，我们并不是东亚病夫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说的不错啊。哎，录像机呢？什么机？录像机。你不是在拍戏呢吗？拍什么戏呀、啊、他们砸场子。什么啊小子，话说的挺好听的啊，嗯，不过是大话连篇。我可不一样，我可以证明你们是东亚病夫，你知道吗？那看着啊。那这就是日本的起道流了，为中国人争光啊，去啊。是这样的，刚才结音我以为你们在拍戏，看看你们穿得稀奇古怪的，也不能怪我吧。基本上我觉得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呢，总可以好好的解决。哎呦，我回去了。不愧是东亚病夫啊！啊！
我了吧！不堪一击！哇！站住！戏还没演完呢。哦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回来。回来。还记得戏怎么演吗？记得，吃纸吗？我吃了啊，我吃了啊。想偷鸡啊？哇，太多了。这次要你吃纸而已，下次要你把矿子都吃了。不送了啊。哎，又了不起啊，没事吧？签名。先下手为强。正好。我最恨好色之徒，你们跟我学武，就要遵守我的规矩。来，快点去啊！哎，你也去拜。好，快点去。师傅，请喝茶。嗯，快点拜啊！啊，多谢师傅大恩大德。啊，领路呀。师傅这两天出远门，这里由我做主，我来教你们霍家拳，没学打先学挨打，所以不准还手。好，停。现在我来做示范，你跟我打。痛不痛？不痛，硬汉。哎，干什么？别打了！你太过分了！哎呀，你妈妈的鹰砸我的眼睛呢！你不要管他，照顾我。少装蒜，打两下死不了的。哎呦，痛死了，我昏了！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办嘛？好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来。啊，算了吧，有师姐照顾我行了。谁说的？有师兄照顾你不是更好？哎。现在你想怎么样？我要嘘嘘。我要，我看不到，找不到马桶，带我。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大师兄老是冲着我来，不知道要被他耍到什么时候。你过来。啊，我想出了一个破二龙郑州的方法，你扎我的眼睛。我扎？把你扎伤了怎么办？哎呀，那怎么会呢？叫你扎你就扎嘛。我不玩这个。你不扎，我不告诉你阿米的事。嗯？阿米什么事？那你就快点扎我，扎完了我再告诉你。来，你说的啊。对呀。来了啊。哎，不能用两只手一起扎呀，真是麻烦。准备好啊，来了！哎呀，你小王八蛋，你妈妈，你怎么用脚扎我的眼睛呢？是你说不能用两只手扎的，那我不用脚，你用什么？用屁股啊？不跟你玩了。你知道我胆子小，帮个忙把这封信交给阿敏，哎，全靠你了啊！哎，拜托你了。上了他写的什么？您，完得了，这他妈的怎么了？得了，这他妈的怎么了？得了，怎么了？完得了，把这个叫得了。写什么屁玩意儿？谁懂？好人做到底，我帮你写吧。小妹，打
哥今天晚上成全你们。祝你们好运啊。有没有值得偷的？首饰盒里放牙签，算了，小妹的东西别偷了，不偷又对不起自己，那就是我爸留个纪念。给我守住门口。啊，哎呀，你妈妈的，惹人脸了。小心点。啊。给我的，阿金，爸爸被偷袭那一天见到你，我好高兴。虽然我们在一间屋里，可是却有咫尺天涯的感觉。唯有一书记忆，互吐心事，希望有机会一聚。你，你谁？大哥，别打我啊！啊，阿强，阿金，是啊，是我呀，我是特地来找你的，可是把你地址弄丢了，我找不到你啊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偷东西啊。没想到你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居然偷到人家武馆里来了。切，要不是我一个人做贼啊，刚才还有一个行家钻进女孩子房间里去了呢。阿敏，你干什么？王八蛋，活得不耐烦了！阿敏，阿敏，我打死你！我帮你，你进去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我看见他，他迷奸师妹。你哦，阿敏，你醒醒啊！阿敏，阿敏，你怎么样了？师父，我亲眼看见他拿这条毛巾把师妹捂昏的。你胡说什么？师父，闭嘴！你穿的什么样子？衣服怎么会在阿敏身上？我衣服给他盖着呢。爸爸，啊！你个禽兽！我？师父，你听我说，是大师兄想非礼阿敏呢。你不相信？你可以问我朋友。真的，师父，我刚才在衣橱里全都听到了。你在衣橱干嘛？我在衣橱。啊！我可以证明阿晶说的全是实话。我发誓。师父，这不是你的吗？师父，是误会啊。我念你曾经救过我，我现在放你一马，从今以后我们断绝师徒关系，不准踏进我霍家，滚，听见没有？失意，事业得意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只要我们拿到冠军呢，就有1000万。到时候还怕没女人吗？阿强，你也别再做小偷了。发个屁呀！等我买 Benz 撞你王八蛋！喂，我们明天去抢汇丰银行好不好？这么下流的事你也居然说得出来？我们现在要脚踏实地，勤奋做人，知道吗？你放屁啊！哎呀，对呀，怎么突然我说出这么正义的话呢？我自己有点感动了。
阿金啊，我改邪归正了，我已经有正义感了。哎呦哎呦，唐英雄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拿我出气啊！你闭嘴，你没资格跟我说话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？我怎么知道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阿敏给我的信会在你这儿？为什么我让你交给阿敏的信，你会给撕烂了？把你当朋友，你骗我！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你。阿强，走。哎，阿静阿静，还是去找我四个大哥吧，拜他们为师，他们的功夫可厉害了。是我朋友，大哥，进来吧，我们正在谈大生意。进来吧，大哥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他是我在广州的死党，他叫阿晶啊。哦，都是自己人。大哥，继续说吧。哎，我的计划是抢劫汇丰银行啊。哦，太好了，我们要发大财了。没错了，我跟阿彪已经看好了周围的环境了，到时候你们两个在门口看着，一个把风，一个开车。我跟阿强负责封锁楼上的前后门保安，阿彪到时候挟持大厅的经理。好，太好了。那谁去拿钱？谁去拿钱？谁去拿钱呢？哎，我看咱们人手不够，这个计划要搁浅呢。哎，用不着，我们可以找一间小一点的分行去动手吗？我再研究一下啊，就恒生吧。啊，恒生也挺大的。哎，跑马地点恒生很小，只有一个阿三守卫。我们到时候啊，不但可以有人去拿钱，还可以匀一个人出来去招呼那些领钱的客人。这计划太棒了。不过你有没有准备好枪啊？那个阿三的枪好大呀。枪啊，没有准备啊。不过你比较有种，你可以跟他们徒手搏斗嘛。去你的，你想的倒挺好，你不去斗，让我斗啊？你做梦啊你。那这个计划又要搁浅了。你不要泄气嘛，你怕风险大，可以找个风险小的好了。路口那家米店不行啊，路口那家米店老是赊米给我们，哪下得了手啊？那倒是。哎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既然不能够名扬四海，干脆学非洲大笨象，偷偷的躲起来算了算了。想出名不一定要去抢劫啊，只要你们把衣服裤子脱光了，在尖沙咀跑一圈，包你明天见报。哎，对呀，对你妈了个头！四个老家伙脱得精光，在街上跑，有什么好干的？小子，你很臭屁哟！哎，大哥，你们别发火嘛！我想到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啊？阿晶他很能打，哎，他的右手威力可大了，只要你们收他做徒弟，教他两招，带他去打世界自由搏击大赛，到时候拿了冠军了，不就可以名扬四海了？还有1000万奖金拿呢！哎，可以考虑了。我看还是不要指望我了吧。小子，你瞧不起我们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四位都还年轻，有的是美好前途。我老了，你们教我是浪费时间。打臭我们！锤子！锤！老树盘根，哎呀！哎，千万别弄出人命啊！你不愿做我们的徒弟，我偏要做你的师傅。不服气啊？还不叫师傅？师傅！所谓一胆二力三功夫，现在呢要训练你的胆子。嗯，怎么训练法？啊，把这张纸拿到柜台去，然后往上走，不要打开。这不是抢劫吗？训练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快快给我！我没有。快告诉你，我有枪。哎，我帮你问问隔壁那个女孩子有没有。快拿来。哦。珍妮，你有没有？神经！哎呀，不是我了，那个人有枪啊！快快快快点！我也没有。嗯，没有。
2年前我还有，现在没了。唬我？我赶时间，外面还有好多朋友等着我呢。告诉你，我有机关枪。既然你这么需要，去9号窗口问问那个胖妞，我看全银行只有她一个人有。只有她一个人有？你说什么银行？来，这是乱七八糟。有了吧？啊？有机关枪，有没有？有，有。快点拿出来，我赶时间。啊？这么急？当然了，是很骗你。起码带人出去吃个饭，看个电影什么的，给人家几个月时间，有点心理准备嘛。什么准备几个月呀？你他妈给不给？不要这么凶嘛，我会给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哎呀，你别光说不练，你快点拿给我。啊，快！啊，在这里，怎么给啊？你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吗？怎么给？这怎么放在桌子上？你不放桌上，就从上面扔出来，扔出来吗？扔出去！妈，怎么扔？我开枪了啊！快点扔！哦，来了！哎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啊！你干什么呀？哎呦！你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直接、最直接的男人。我要你的处女贞操！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想干什么？哎呦我的妈呀！Honey， 你现在知道人多很不方便了吧？今天晚上10点钟，九龙塘地铁站见了。嗯。恭喜你啊，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个抢劫贞操的淫贼啊。便宜莫贪。胆子你是够了，不过你还没有功夫。我们这种功夫是讲求实际的，这种功夫是从多年的实战经验中锻炼出来的。这种功夫没有招式，要靠自己意会，记住要心狠手辣，除非不出手，一出手就要打中要害，下阴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还可以。继续。掐脖子，绝不轻易出手，一出手就不能当是打架，当自己杀人，用尽全力呀。就快没气了呀。你这种掐法，他就快断气了。阿俊，你翻白眼，快叫救护车。阿静，在搏击大赛里面，开始你一定要隐藏实力，不可以让人家知道你右手的实力，所以你要当自己是普通人一样的训练，把体能全面提高。努力啊，用力！我们也会随时随地残暴地袭击你，来锻炼你的反应。这些人全都该打，你过去教训他们，吸收一点战斗经验。怎么打？拿架子。嗯，哇！哎切磋武功啊！切磋要用刀吗？当然，不用刀怎么切磋啊？你很幽默吗你啊？刀！我们武馆已经正式注册了，你猜叫什么名字？大龙凤，还麻将馆呢，叫新精武门。哇塞，神器！下车了。300块，300块，世纪之战呢，不买是笨蛋呢。快点买票，买票，买一张，买票。500块，找钱。哎，非零的2张吧。你看多少观众啊！买票。哎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好。哎，老兄，多少钱一张票？700。哇，刚才说300的，现在又变700块了。你太丑了，再问你900。哎呦，姑姑来了。你姑姑来了，我卖1500。混蛋，跑哪儿去了？又卖300了。各国选手开始进入会场。这次比赛是以单循环方式进行淘汰的。为了吸引全世界各地好手，
大会奖金额高达1000万。看来今天势必有一场龙争虎斗，大家要争取出线，成为明天决赛的主角。好好打，1000万呢。为求目的，不择手段。好嘞，哎，你有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？啊！我现在宣布，比赛开始。真没事，真的没事啊！好，我开始。喂，裁判，你看看他们打起来了！哎，暂停啊！哎，别打，别打，人家打你们打什么？娘！因为你做过我师父，所以我尊敬你，我让你三招。嗯，出招吧。哎，愣在那干什么？动手吧。开始。第一招。这个傻小子还有两招啊。长得不怎么样，笨得这个德行，真是武术界的耻辱。我们新进门光芒四射，呱呱呀，真棒啊！没错，不要急，他早晚会明白的。用心打，拿他1000万。嗯，好，走。我投降给一半啊！将军没棋了，哎，你输了，给钱吧，啊！快给钱！说好了投降给一半的嘛，不是乱，拿着。硬币也可以呀、啊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可以啊！快拿来啊！把钱拿来吧，你拿去养老吧。嗯，明天再来啊！哎，又得走路回家了。哎，潇洒，大炮拳。嗯，人要是发了财，真是全身都不同啊。拳哥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何必这么谦虚嘛？以前跟你一起嫖妓那小子，他打入四强了，拿个亚军也不少钱呐。老朋友了，也不用瞒你了，我把他训练的一流，他稳赢啊。哇，如果冠军你不就发了？二姨天作我，你可以分到500万。什么500万呢？他刚来香港的时候，是谁帮他改变形象的？是我呀。是谁把他培育成才的？也是我呀。还有谁第一次带他嫖妓的？还是我呀。对对，怎么可能5-5分账呢？我们是28分账，哇，22啊。全哥，那家伙来找我的麻烦，你假装警察吓吓他，将来少不了你的。哎，才哥你好啊。哎，3000块钱我早想还你了，老是找不到。那笔钱，利滚利，已经10万块，何止3000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才哥啊，咱们今天不谈这个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
全哥，这位是呢，苏格兰特派驻香港秘密警察第九纵队飞虎队大队长曾全。大炮全，你什么时候当了飞虎队队长？哎，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大舅子，大舅子，那你坐机的老婆就是他妹妹了？什么？我可没嫖过他啊，那种货色我都会嫖啊。什么？其实这是我不对，自己人是应该帮帮忙的。下次一定嫖，一定嫖你老婆，一定会嫖一次的。什么？这其实做妓女的妹妹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嘛。起码是自力更生，这是正当职业，对吧？当妓女哪有你们放高利贷好呢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妓女赚小钱，你可以大捞特捞啊。所以放高利贷，你还说妓女好？做妓女也完全对啊。这个我们男人呢就喜欢叫鸡，所以叫鸡呢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你老婆是应该做鸡，最好一辈子做鸡，他们为人民服务，替男人解决，说不定呢将来还可以拿个诺贝尔。锤他！哎呀，大马哥！今天决赛的第一场比赛，霍家拳馆的郑威已经胜出，接下来是霍环师傅对刘晶师傅，谁赢就跟郑威争夺冠亚军。好好再打两场就搞定了。阿晶，你千万向我们招手呢。爸爸，你的老病又发作了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阿敏，阿敏，我只想跟你说清楚，那天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我只是叫潇洒交给你一封信。我不信，我只相信我爸爸，他不会说错的，他不会冤枉你的。为什么？大哥，你这个衣冠禽兽，死的都活该。阿敏，你出去，我会教训他的。出去啊，我不会乱来，出去。爸爸呢？你才是禽兽！禽兽！我是想逼近阿敏，那又怎么样？谁叫老家伙相信我？他现在任由我摆布。霍师傅，委员，你好，霍师傅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谁在里边？我的徒弟在换衣服。时间到了，该你出场了。哎，好，我知道。哼，等下师傅在台上收拾你。爸爸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。我去走走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没事。快点把药吃了吧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好的。流血了！各位观众，这场比赛的参赛者是霍家拳馆的霍环。爸爸，该你出场了。和星机五门的刘晶。刘晶曾经拜霍环为师傅，这场师徒大战的结果到底是谁胜谁负呢？阿敏的事与你无关，我错怪你了，师父。不过我不会让你的，要靠你自己才可以赢那1000万。只要师父明白，输赢都没关系。没出息，没钱怎么娶老婆？娶老婆？我的女儿不会跟你受苦。动手吧。知道。Thank you.
只用了两成力。我也是。要打这里才能拿到高分呢。多谢师傅。三，师傅，你有没有事？你放心，我没事。继续。要叫，吵什么吵？沉不住气。心惊魂，灵呱呱，心惊魂，灵呱呱。霍师傅有没有事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医生，我爸爸怎么了？他被打中气门休克了，跟我去签字吧。好，我跟你去。阿冲，师傅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师傅休克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饶了那个禽兽。你才是禽兽。想强奸阿敏的是你，师父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很喜欢阿敏啊。我还平生最恨好色之徒，你等一下告诉裁判，自动弃权。不行啊，师父，不要叫我师父，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徒弟。不要啊，师父，你原谅我了，我是你一手带大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下流。师父，你威哥不可以这样。你要让我放弃一千万。你死老头，答应把五万给我，把女儿嫁给我，全是假的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啊，爸爸，先别进来啊。师父，师父，爸爸，阿敏，师父被刘金打死了。爸，啊，爸，师父，阿青，他。好，师父，我一定跟你报仇，打死刘晶。各位观众，决赛开始，我们欢迎新精武门的刘晶。再欢迎霍家拳馆的郑威。用不着怕的。谢谢各位，我有个不幸的消息宣布，刚刚比赛过的霍桓师傅因伤势严重不幸去世。你明白，千万不要心软，照打就行了，听见没有？快去陈两位过来吧。
去。师父是你杀死的？我没有。全场观众都可以作证，你是杀人的凶手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放过你，阿明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啊，师父。师父报仇！下去！各位，刘晶听到贺环师父去世，情绪低落，好像要放弃比赛。你千万不能心软呐！别忘了奖金一千万，你不上前，那一千万就泡汤了。阿晶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顺变，上去打呀！早点睡吧。快去！你要节哀顺变，要集中精神去打。喂，你吵什么没气啊？你爸吵什么吵？小心老子打你啊！再打我们，打呀！哎，对不起，不能跟观众吵啊！阿静啊，你到底怎么搞的？你要还手跟他打呀？要好好去打，集中精神，听见没有？快去！都是威哥做的，原来是这样。你敢出卖威哥？买什么票嘛？进来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人，我看还是去报警吧。妈的！你呀！干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！快去报警啊！我去！快去！你是谁？我是山岗台人称打不死的霸王。敌小神童，我们。
没那么容易死。阿敏，我帮不了你了。他躺在地下，你还打？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！我要把你打死！他不给你打，我给你打！我要你呀！给我打！下去！下去！来，都下去！都下去！都下去！下去！你们手打拳的，下去！哎呦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！阿杰，你不还手，是不是想自杀？啊？我把你养这么大，辛辛苦苦供你念书，教你功夫，就是希望你有今天。你师父的死与你无关，那是意外，不要耿耿于怀了，还手吧！求求你还手吧！再不还手，我们的希望……我最尊敬霍师傅了，我失手把他打死，他徒弟替他报仇，我死而无怨。四位。枉费你们一番心血了。钟响了，比赛开始了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！哎，快快快快！记住啊，出重拳打他，出重拳了啊！是他扔给我擦汗的，啊！是啊，擦汗的。不是啊，你听见没啊？毛巾是让他擦汗的。继续比赛，我买你赢。我们支持你。是的，师父是我杀死的，怎么样？看你这副德行，只剩下半条命了。你还想还手吗？
潇洒哥在那边。潇洒，阿明已经全都告诉我了，谢谢你帮我写的信。我冤枉你了，请你原谅我吧，不要再放在心上，不要哭了，乖啊！你这小王八蛋！你各位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哎，各位可以随便拍照啊！来来来，奖杯拿来！哎，对对，哎，我拿着，我拿着，不要去啊！啊！潇洒哥，你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别哭了。我的嘴肿得像个猪似的，还潇洒呢。还好，不难看啊。没什么。是啊，没什么啊。比你好看一点，你那脸像个包子似的。各位，在新精武门里边，我是老大，所以我说了才算话。你是老大，我是老铁，就是老二啊，老二，我怎么样？哎，这都气你了！别打架，打打打！别打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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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